发光发热。我叫李永林，我叫刘一生，好奇，所谓位置投手，古生，古代的古生，林子生，谁是方先生？就是哦，对不起，我的字比较丑，因为我长得比较帅，所以我字比较丑。这块球数大概110吧，最快什么143嘛，135、136，我比较客观一点。我没有当过投手，不知道我球数多少。137，差不多137啊，我有偏了吗？没有。130、163、135。哦，阿姐，黄豹。还有143，好的选手就不会管。OK， 例如说我有点太多了，耶，先不要。用一颗球而已，然后就会把球速测出来了。欢迎大家来玩，来看我们拿冠军。好，我也出场，加油！来看我们拿冠军。